父之龙王若离贪欲啊，这指的是心啊，意识的力量产生去了啊，即得成就五种自在，分论为五：一、三业自在，诸根具足故啊，我们想干嘛干嘛啊，诸根具足啊，一二这些生意都有啊，有的就是不缠紧啊，就讲的是不缠紧，不会出现聋哑啊，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啊，想干什么啊就干什么。这是因为你离贪了。第二，财务自在，一切怨贼不能夺过啊，咱们有福啊，财务啊很自在，别人呢谋害不了我们。第三，福德自在，随心所欲，不结被故啊。福德自在呢，你有福德啊，你需要干什么，自然起因缘就去除了，我们就能干了。是王位自在，争奇妙物皆奉献的啊，成了国王了啊，那底下就供奉的来了，啥都有了啊。第五，所获之物过本所求，百倍殊胜。由于其实是枪极故，你所获的物，你想得到的，往往呢得到这个物啊，一百倍的比你想的好。为什么呢？你过去啊没利用出来，没屁股，不吝啬啊！别人要什么，我们吝啬不给，那你以后得的也不行啊！你老嫉妒别人啊，你想以后得到也难啊！你不嫉妒不吝啬啊，那么将来你所求到的东西啊，会什么呢？百倍的比你求的要好啊！自然的啊，因为这是力量啊，你不贪欲的力量才产生的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福成佛时，三界特中皆共信仰啊，这就佛才能成就啊。三界啊，天地人都是非常尊重啊，都来供养，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啊。否则你不离开啊，你成不了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三界的供养啊，三界的不承认啊，你就很难，你不行。复次，龙王若离成会，记得八种喜悦心法啊，与这个真气何等为八？一，无损恼心，心里边不会老想说呢，损恼呀，不满意了，心里边就气得不得了了，这损恼心。二，无嗔恚心啊，不会生气。三，无争讼心啊，争是嘛，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最普遍，来不来的辩论三的，别管他对错。实际上两个人说的可能都不对，这就是真圣性，非常不对啊。包括咱们看踢足球就是球迷打起来了，就这些啊，真圣性经常是莫名其妙为一个事儿打起来了啊，斗起来了啊。第四，柔和智之心啊，这个心中很柔和啊，不会弯绕啊，是啥就啥啊。第五，德圣德尊慈心，我们像弥勒菩萨一样有慈悲的心，还有慈心啊，就是你离了嗔恚以后啊，就有这种。第六呢，常作利益安众生心啊，能够说帮助大家让心里的安静下来啊，别斗去，还让众生得益，能把众生的心安下来。七，身相端正，众共忠敬啊，这个也很重要啊。这个尤其是大家现在包括招聘，你长得不好人家还不要，对吧？你必须要有身相端正，众共忠敬啊，长得好大家自然喜欢啊。第八，以何忍故速生凡事，因为你平常老是能够和大家和气，能够忍让，所以呢啊，速生凡事，凡事指的是凡天啊，几天一成能迅速升到那里啊。四为八，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或成佛时得外心，观者无厌。你看这个佛已经供了2500年了，咱天天还拼命的去看，到庙上去供佛，怎么来的呢？别人看了佛就喜欢，老不生讨厌心，为啥？离了嗔恚，这也是从咱们这儿修起的，
可不是说佛怎么来了，是离了啊，不生气，不恼害，不损恼别人的心，修这个才得到了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别说2500年，咱们要说能有10年大家都喜欢啊，一辈子喜欢，你就是不能生气啊。尤其比如说有轮回，你下一辈子再来，别人喜欢你，你是不能生气，你生了气以后人见人讨厌啊。所以说你像佛这个挂了这么多的像啊，天天都看，人人都看，而且看了没完没了的看，还想看，叫无厌无暗心。你必须得修这个，不修这个想成佛，你这像挂了2000没了。四次龙王若离邪见，即得成就十功德法。何等为十？一得增善利乐，增善等理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邪见啊，我们说是痴啊，他们是痴。你离了邪见啊，你得的是什么呢？得的是真善的一个真善的伴侣啊，你得到了什么呢？是善知识，真正的佛菩萨来帮来作为我们的伴侣啊，说出的话都是佛菩萨的真法正法。你得了这个，如果我们不离邪见啊，老是邪见不断，你想得这些正的真的善的，你就得不着啊。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邪教可多呢？就是因为大家老干邪见的事儿啊，传播邪见，所以你感召来的都是邪教。第二，深信因果，宁舍生命，终不作恶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句话。我们一定要深信因果啊，宁舍生命，宁可不活了，但是呢，一定不能作恶。为什么呢？你做了恶，将来就都恶果去了啊，到三恶道去。宁可现在为了不作恶啊，我不活了，那我至少啊得的是善果啊，这是从佛里边讲，这也是一种理念啊。对于大家来说啊，网上很多人就说了，出去公事儿我就得吃，别人都得吃，我咋办？我没办法呀，别人要怎么地我也没办法。这里边我讲了啊，深信因果，明白因果，宁舍生命，终不作恶。不能作恶，要奉行五戒是善恶。如果说不能强迫你要行恶，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达到说宁舍生命这个阶段啊，宁可躲开得了啊，对吧？想一些办法啊，不作恶啊。如果是强迫到没办法，那我们也要啊，不能作恶去。第三，违规依佛，非于天等啊，这个讲了很重要的一条。不能归天啊，现在很多教派啊都是以天为宗，但是我们要修习啊，要归一分的，归佛，绝不能学其他东西天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个不究竟啊，你学了天的道，学了天的法，你很可能只能升天，出离不了一道轮回啊。所以可见你看，讲的自己瞧，讲的邪见，就是我们现在人中或者过去世啊，人中啊观念问题，错误的观念问题。第四呢，执心正见，永离一切吉凶以往。我们有的人一看见佛，立即信，毫不怀疑啊，直接做。很多人呢怀疑啊，怀疑啊，叫以往怀疑啊。疑呢，它是用一个以往，往就是罗网。这个怀疑啊，就是这样，从哪总能找到问题，我怀疑，哎，觉得不对，哎，突然说不通，哎，这个来了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不对，那个来也不对，啊，这个以往不是一个疑啊，是很多的疑啊，所以说永离一切疑凶疑往啊，我们一旦说不算了，得佛没加持，佛没保佑，得不学了，啊，就疑啊，疑凶疑往。所以说啊，这里边啊，你只要离了邪见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。这种是太普遍了，人人太普遍。第五，长生人天，不更恶道啊，不到三个道啊，长生人天。第六，无量福慧，辗转增胜，这更重要。
我们现在人在人世间啊，就知道索取，不知道积累啊，不重福田，不懂因果，福德啊一点一点在减少，逐渐最后什么呢啊，没福了，连住的地方都没了，连吃的地方都没了啊，这就是什么呢啊，不重福田，就邪见，慢慢慢慢慢的工作都没了。所以大家呢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如果修了因果啊，按佛教五戒十善做，你就会增长福德啊，无量福德辗转增送。你看到一个事儿，你就照五戒十善去做，你就会把福德增长起来，而不是减少。第七，永离邪道，行于圣道啊，这些邪道的东西一拉就不会拉过去，你就碰不见，碰到了以后你对他也没兴趣啊，你一见就是圣道啊，佛法的圣道。八，不起身见，舍诸恶业啊，不起身见这个很难啊，我们大家每天都有把这个身体作为我的一个想法啊，我们这个身体要吃得好点，穿得暖点啊，家庭房子要大点啊，钱要多点啊，都是指身见。有了身见以后啊，才会出现了很多问题，包括我们烦恼等等，都是由于身见啊，有了身这个见才起啊，认为这个身体是我，是我们的根本，是我们的啊，产生一系列问题啊，要去享受，还要去有把握抓紧它啊。佛法讲了啊，没有身见啊，身体是诸缘集合体，到一定程度这个身体啊就会散灭啊，这不是根本，千万不要以身为戒，以身为戒啊是痛苦的啊，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啊，所以说你不起身戒就好办啊，就安静下来，看一切法都不会执着，都不会去烦恼，会安贫乐道啊，对任何事情都能接受啊，只有不起身戒才能舍诸恶业啊，你起了身见你就开始去干去了啊，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个，没完没了的干，干了完了以后都是恶业啊，非常重要。第九啊，住外见啊，这个就是佛的境界啊，菩萨境界很难了，你看任何事情都没有障碍啊，那谁能做到呢？你看一个事儿就是障碍，咱一般人来说，那谁前一阵就说啊，他平时也管自己的意念，但是太难了，看见一个胖的女的心里边想，哎，你咋这样他立即想，哎呀不对，我不能这么想，对吧？我们看见这个事儿，看见那个事儿都心里不平啊，看见那个天冷了就骂天，看见这个水堵路就骂人，很容易啊，包括家里边啊，看谁不顺眼立即来几句，非常多。所以这个无外见，住无外见太难了啊，我们要如果说看万事万物啊啊，无有障碍啊，不执着，不当回事儿，就清静的来保持自己的知见，才能做到无外见。那时候啊，你做无外见就没烦恼啊，那是最自在的啊，最殊胜的一个环境。但是呢，这是要靠修行达到啊，很难做到的啊。第十，不堕诸难，哎，这个就对于大家来说就更是有现实意义了。他们辽宁那儿，我听那个说，过去这个念地藏经是吧，经常一拨人给一个人念，谁病了给谁念，这个人病又给那拨人念，念的是全身大家都麻烦，都出了问题了。啊，你看你学佛法学不对了都有问题，啊，可麻烦死了，哎呀。何况人中啊，谁没病啊，谁家里那点问题太多了啊，经常我们就听啊，谁家谁谁谁出点啥事儿啊，不做诸难啊，我们若离邪见，按佛法基本的五戒十善来修行做到，你就能啊不做诸难。这个邪见里边讲了很重要的五戒十善的原理啊，找五戒十善来做才能做到，你不照五戒十善做就是什么，就是邪见啊，就邪见，归纳就这么简单
啊，就是五戒不善啊，五戒扩张啊，就是不善啊，杀盗淫妄酒其实就是善，一码事儿。你不遵照前面那九个来做到，你就是邪见啊，遵照前面十个做到了，你就是正见啊，就能得到这些十个好处啊，就能无堕无难，这个对咱们有现实意义。若能回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或成佛时，速证一切佛法，成就自在神通啊。现在大家好多人喜欢神通，能看点啥呀，就是稀奇的不得了了，是吧？哎，不需要啊，你只要照佛的这个正见来做，远离邪见，你将来成佛之后就速证一切佛法，一切佛法自然就明白，能得到，而且成就自在神通，想干嘛干嘛。你看这个十三人，每一页最终啊都成就一个佛果啊，佛果就是这么来的啊，就从修十善业来的。所以说想成就人天福报啊，四圣法界都离不开十善，这一根本。而且这里边也讲了，我们人中种种的困难，种种的问题，全是因为啊不依照十善做的。你依照十善做，你没这事儿啊，一定没这事儿。